各位，来来来，怎么着，老板？这是老潘让我交给你们的。哎，我看看什么东西。呵，我以为什么宝贝呢？老潘真够意思，我让他给我带的东西全给我带回来了。哎，我告诉你们啊，这个包里所有的武器全是我最新的研究成果。有什么新鲜的？你手的拿的那不就是个破驳壳枪吗？小姐，请问您到哪儿啊？大石了中药部，头转过去，快点。什么叫破驳壳枪啊？我告诉你，这可不是一般的驳壳枪，我把它的弹容量增加了整整一倍。哎，还有这个，有了这个消音器，我们就可以杀敌人于无声无息之中，怎么样，酷吧？我看多余，这枪声越大啊，招来的鬼子兵就越多，那咱杀得更过瘾，你懂吗？粗人一个。找了，这谁？是我。哎，老，干什么的？我装的不像啊！啊，老，对女人怎么可以这样粗鲁？我都穿成这样了，还对我那么粗鲁？你怎么穿成这样啊？笑笑笑笑！我不穿成这样，我能从小童那出来吗？你对付几个小日本呢，也太下血本了吧！这把刀咔嚓不就完了吗？等会严肃的，严肃的。现在不是摊牌的时候，别忘了，咱们的目标是天皇特使。对对对对，哎，你呀，你先把这件衣服换了。我这看着你这穿这衣服，有种坐船的感觉。坐船。我都快吐死了！别让我看见镜子啊！看，让我看见镜子我就吐。哎哎，等等等等，我给你拿一个好东西啊！哎呀，今天穿这么别致，不合张影真是白瞎了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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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动啊，别动，站好了，看镜头。来，看镜头。哎，那不是相机。老，你怎么样？老，你没事吧？老，没事吧？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相机，这是一个能装三发子弹的暗杀手枪。于老师，你说你能不能小心点？你怎么了？哪里受伤了？摸够了没有？啊？我那么容易受伤啊？哎呦我的妈！吓死我了！赶紧给我拿身衣服换上。哎，我说小子，你以后再研究这破玩意儿，能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啊？你想吓死我呀？哎，老，老，我吓不死你！我刚才真不是故意的啊，你真没事吧？
我没事。哎，我不是恭维你啊，嗯，你看这衣服啊，特别适合你，是我见过你穿的最漂亮的一次，真的。这件啊，一会儿你换上。别别别，你穿着好看，我穿着它像睡衣。哎，别别别，我笑死别。欧天子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一切正常，一直盯着他呢，他一直没有离开过房间。嗯，很好，盯死他。对了，通知画像哥，把那天在火车站逃跑的人的画像给我画出来。嘿，可是不让他出去，我们怎么能抓到他的把柄呢？先憋他几天吧。如果真的是他，一旦放出去，他会迫不及待的与他的同伙接头，到时再抓他也不迟。现在的他一定会很小心。哎呀，呀呀呀呀呀呀呀！还别说，就是穿这身衣服看着比较顺眼。都听着，日本天皇特使的招待酒会将在三天以后召开，我们务必在三天以内把小月从日本人手里营救出来。还有，必须搜集酒会会场的相关情报。小月的下落由我去打探，你们三个负责搜集会场的情况。明白。也不知道小月现在怎么样了。是啊，说这都一天一夜了，这小子连个消息也没有。我琢磨着，哎，你说这小日本子为什么单单把他给叫走啊？这个问题啊，只有安老板回来才会知道答案。我有主意，今天晚上我就再去趟司令部。啊，你就踏踏实实在这待着，别添乱了啊。小月的下落由我去打探。对了，我得赶快给老潘发个电报，确定一下三天以后的撤退路线，到时候咱们好安全撤退。哦，来了来了，发报机来了。老哥，这东西你们会用吗？你猜。撤退路线已经敲定，剩下的事儿就看咱们的了。进来。组长，刚刚接到上海方面电报，刺杀天皇特使的杀手现在就在大石拉中药铺，他们刚刚使用了电台，只要我们迅速派人过去，一定会有收获的。好，让所有人放下手头的工作，一起任务全部出发。那天大石拉重要吧。嘿，thank you.
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坐吧，慢慢聊。 小叶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是唱戏的，小日本的怎么你了？啊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我今儿啊。 给你们带回来一好消息。山原大佐今儿已经亲自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酒会了。还有多远？两分钟就到了。加快速度！哎。 从这儿分开以后，大家分头行动，必须尽快弄清楚会场里面的兵力部署。小叶，你的身份比较特殊，日本人应该不会怀疑到你，所以里面的兵力部署情况由你去侦查。放心吧，交给我了。对了，小叶，明天你去酒会哈，如果能够带回来点吃的的话，我就送给你一个礼物。<笑>哎呀！ 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支口红，其实它是一把可以填充点靶子弹的暗杀手枪，关键的时刻还可以用来防身。<笑>喜欢吧？这玩意儿挺新鲜的。不过，怎么看怎么像个女人用的东西。小叶，我不是这意思啊，我是说吧，这玩意儿挺好。谢了，成。啊，你看你就能防身。 你不说话能憋死你！外面全是士兵。 是小泽一郎，掌柜的啊，你这有没有其他通道？不行啊，后边也全是日本兵，这里已经被包围了。于老二，你干什么？哦，一定是这戏子出卖了咱们。 于老二，你别冲动行不行？我输在的走个屁！这地方只有咱们哥几个知道，要不是有人走漏了消息，日本人怎么会来这么快？你动动脑子！如果他是内鬼，有什么变好人跟大家会合？把枪放下！开枪！ 小心！
现在唯一的出路只有从高楼逃出去。老二、中医、小叶，你们从高楼找楼顶汇合，我跟林子掩护。 在哪儿？坐那么长时间也不困。老，估计这下你很难回去了吧？哎，这什么很难回去了？不就那几个小日本子吗？我看直接过来，直接咔嚓就完了。你就不能动动那榆木脑袋，就知道大打杀杀？不打大杀杀，咱怎么着？哎哎哎，再大点声，上那儿吵去。什么时候了还斗嘴啊？什么时候还斗嘴？去，营长。 我现在必须悄悄的回去，要不然身份暴露了，更何况我那屋里还有个臭虫。臭虫？嘿嘿，那个妓女啊。哎，林哥，你锁带了吗？啊，带了。给我。来，侧过来。 老，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特别好，就是这个任务没我，它不行啊！啊，老，你说我想吃美国马氏牌的巧克力，怎么办呢？哎，行，这事办好了，要吃多少都给你买，你放心啊，别撑死。真的，说话算话啊！小心点，看我的吧。 好像是后面，试试看看。
想我了吧？别出声，我给你带你喜欢的东西来了。听着啊，别出声。你现在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拿钱滚蛋。我说了别出声，要刀还要钱？要钱，那就别出声，把自己的嘴管好，管不好自己的嘴，我帮你管。抓紧绳子，听话，乖点，抓住了，慢慢滑下去。哎，走吧。等我小鬼子来了，咔嚓了你！哎，下来，下来，下来呀！找死！于二爷，我成全你。让你们再活一会儿。快点！咱们小鬼子就回来了，摸的什么呢？好了。
越是这样，越得把那个狗屁特使给干掉，啊，杀他一个屁滚尿流。嘿嘿嘿，不知道小叶能不能顺利进去了。你是做什么的？明儿我在这儿有演出，我是来走台的，麻烦您帮我通报一声。你等一下。天才君，大清早你抽什么风？很抱歉。什么事儿？小汤组长让我请你过去一趟。外边等着。站住！安先生。安先生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山元大佐您好，明儿个我就要给天皇赐诗献唱了，这不，今儿想过来走走台，不知道您方不方便？啊，是这样，但是为了明天酒会顺利的举办，这里已经全部封锁，所以，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就算了，我就不给山元大佐您添麻烦了，告辞。安先生，请留步。换做别人，这里肯定是进不去的。但凭你我之间的关系，这点小事，我还满足不了吗？那就有劳大佐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要检查一下。应该的。这是一支口红。哎，坏了坏了，他发现那支口红了。哎呦喂，我是林妹，你瞎紧张什么呀？不就是眼目前那几个小日本子吗？这要是真打起来，我于老二啪啪啪全给他们咔嚓了。不是，林子，我那把微型手枪是德国货，日本人看不出来的，你放心吧。啊，就是的，外国进口的呢。哦，这个是我化妆时候用的。啊，安先生，请。总算进去了。哎，哥儿一个，你说这细皮嫩肉的小白脸，这关键时候还真招小鬼子喜欢啊！是啊，换作是你啊，哼，肯定没戏。嘿，找找。我刚才注意了一下，这些日本兵啊，差不多十分钟左右巡逻一次。看样子，咱们明天的行动得跟他们玩时间差了。哎呀，爱玩啥都行啊！啊，咱赶紧在这附近转悠转悠，找一个让我于老二大开杀戒的入口啊！走走走走走。这里的陈设算不算是中西合璧啊？不错，这次酒会的标准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高规格，无论是从菜品、口味，还是从
主演嘉宾都是最高规格。老于，我看这儿不错，跟四合院只有一墙之隔，而且来往的人很少，我们想要翻过去很简单。哎，钟爷，你到那守着。好嘞。哎，老于，你进去想干嘛？我不看看里边有什么，万一我跳进去正好日本人枪口上怎么办？傻呀你，缺心眼子。我很希望你可以再为我单独演唱一次。我对中国文化十分敬仰，尤其是京剧。现在能够遇到安先生为我表演，实在是不能错过。大佐，您夸奖了。如果明儿个的招待酒会结束以后还有时间的话，小叶一定亲自为你演唱。好，好，好，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哈，请请请。天泽君，请稍等，我进去通报一声。天泽君，天泽君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小藤组长正在接一通非常重要的电话。请您在这里稍等一下。官不大，谱还不小啊。啊，你也是知道的，天皇特使的招待酒会召开在即，这方方面面的头绪确实烦乱得很。里边有人在弹钢琴。嗨。小藤组长特意把他安排在这里，练练琴，熟悉熟悉乐谱。不是怀疑人家是同党的，
小当组长差点要了他的命。不，之前是一场误会，我们之前也没有见过这位小姐。据说天皇特使对艺术特别感兴趣，当时多亏了天泽君，若不是您及时制止，特使要是怪罪下来，那我们可没有办法交代。 对不起，打断你了。没关系。你好。如果没听错的话，你刚才弹的曲子是舒伯特的《流浪者幻想曲》。